可惜。哇，可惜。到球了。跟队友沟通好就好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往前，往前。看节奏，你在，你有跟上节奏，这球你就赢了。好球，拍子要举高。好球，可惜。不用急着压，好好打，好好每一球就好。
可惜。挤角落，不要挤他，不然他会在前面会比较好动手。你往后他就没有往打他后面，打男生的后面，这样他就没有选择打左边打右边的权利。你只要打快一点，别往下打，他球拍都放下面，你不用往下打。